各位老师大叔，欢迎来观看南瓜先生大冒险的游戏影片。那开始之前，我要先干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其实我第三章、第四章已经有玩过了，但是我录完才发现说我的声音完全没有录进去。那并不是因为我的麦克风没有开，而是我的 OBS 他妈有问题。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录的影片没有声音，那对空那个麦克风吹口气也没有用。于是我把它关掉重开，结果才知道说它旧版它有更新通知，那更新通知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我电脑发生什么问题，结果导致说它没有把声音录进去就对了，然后当下是干声连连的。那我第三章原本我录影第三章跟第四章大概录了快一个小时左右，我本想说要卡很多啦，不过因为没有录到声音的关系，所以接下来的第三章、第四章，我很快就会解谜带过一下。希望我还记得啊，因为有些解谜真的是蛮困难的，尤其是第三章跟第四章，有些解谜真的是有点头疼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故事给各位看一下，因为我昨天也看过。我看一下第一个 ，OK， 没错，好。那第二个比较麻烦一点，其实第二个我那时候看能看蛮久。那它这个特点说，第二格这边是一二三四，一直往下，一直往下。那第三个这边一直完全不动，那这边然后一直这样一直绕绕绕绕绕。OK， 好，那我看一下哦。OK， 打开了。啊，忘了先去调时钟。快点把方块给我，对，谢谢。那这边我也卡蛮久的。然后还好我还记得。那这边有几个图案要记得一下。那忘了去放。啊靠呀，我还没去按按钮，太急了。太急的结果导致说有一些重要东西没按到。OK。
OK， 搞定。这边要想一下，因为是数学题，那时候卡到久了。天哪，我真的被这个数学题搞得好惨啊！好，总算知道怎么解了。我是操他妈的，这数学题啊，干，这边考死谁啊？真的。好，再来这个是，啊，打反了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不得不干掉一下这个游戏的有关于数学部分。虽然说明明知道它是一个逻辑的方式，但是考倒一堆人啊。目前来说，我最不爽的就是这个数学题了，并不是因为我数学差才会干掉，而是觉得说真的是你要考倒人家也不是这样考倒的，说真的。
我有一个一张哦，对，还好还有没离，还好还没离开啦。这里没有弄到，算没关系了。好，离开吧。好，那游戏影片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。本来想说数学题应该不会改变，没想到第二次玩会改变啊。要不是 OBS 出了腿，我也不会再重玩一遍啊。只是没想到真的是被数学题搞得快 key 档了，我说真的。过掉数学题之外，我觉得其他还算 OK 啦，但是我现在已经没什么耐心，对于这游戏真的是一个干字而已。唉，那也。对我来说，我现在已经不在乎谜题到底解不谜题有不有趣，我只在乎剧情方式啊。接下来我只在乎剧情，不太想去管它谜题到底好玩还是不好玩的。总之，数学题真的把我给气到快翻出去了。我就觉得说，对我来说，这个游戏谜题其实算中等的深度。可是到数学题那边就是一整个高难度了，因为它的数学影射到有关于小数点啊、四舍五入之类的，反正如果你不多想一想的话，真的是很难去想的。在这边我不得不多碎碎念几句了，那希望接下来的谜题能够好解答啦，要不然我真是快真的没耐心玩下去了。要不是因为我开了这个坑，说真的，我也不太想要继续玩下去了。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